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卷子。今天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卷子的情蛇女装爆单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过来拉货，后备箱刷的干干净净的，已经准备好了。今天我这个车花了98块钱刷了一下，专门为我拉货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为了你们。走吧。走。这些衣服全部都是熨好以后，然后上了防尘袋。放了一架，看到没有？现在往车上搬吧。现在正在打包装，几个人一起忙活，报单。来了，